拈花微笑，材料有高丽菜三片、鲜香菇两朵、山药五十克、荸荠四颗、红萝卜三十克、豆腐两块、绿花椰菜少许、红椒二十克、黄椒二十克。调味料有盐少许、香油适量、香菇精少许、胡椒盐两匙、太白粉少许。拈花微笑，做法是高丽菜叶去掉粗梗之后烫软，红萝卜部分切花片烫熟，剩下的部分切丁备用，红椒、黄椒切小丁烫熟，绿花椰菜烫熟，鲜香菇、荸荠、山药切小丁，将切丁的蔬菜加入豆腐泥和一匙的胡椒粉、二分之一匙香菇精、半匙盐、两匙香油，搅拌均匀成为馅料。将烫软的高丽菜叶先铺在模型的底层，接着放入馅料之后蒸15分钟，再取出倒扣，并且将汤汁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水、盐、香菇精、胡椒盐和烫熟的甜椒、花椰菜、红萝卜一起煮开，接着用太白粉水勾薄芡之后，再滴上少许的香油为芡汁，最后再将高丽菜剪开，打开如花瓣状之后，再淋上芡汁就可以了。